大家好啊，欢迎再次收听我的频道，我叫做罗迪，而今日咧我就都系有啲特别嘅，都系上次你应该见过我玩呢个噶啦，系啦，咁咧今日咧其实我都练习过一阵间嘅，其实咁咧我睇下我俾你睇我可以做几多先。嗱，假表演即将喺三、二、一开始。ouch， 傻咗，即系唔系傻咗跌咗。好啦，首先打步呢，你呢就可能会有呢个啦，你首先就买呢个先啦，打步系啦，等我拎个短啲嘅先，你可能会买短啲嘅。好啦，拎咗啦已经，然后呢，嗱我已经有一个啦呢度，第二步呢就咁样，嗱你会见到好似好平衡好靚咁嘅，係咪？咁咧你就咁樣上 ，OK， 我就咁啦，平衡先啦。你試下其中一手左右唔緊要啦，上落上落，你會見到咧佢好似有做緊魔術咁嘅。不過記住喎，唔可以，你隻手咧最好唔好歪，如果唔係會容易跌噶。咁咧你就試下兩手上落啦，好似相反咁。高低相反就係咁啦，咁咧你打你第一步就做好啦，教我學嘅第一步。第二步咧就咁，今次就試下快啲好似。失敗又添，點跌咗？做快啲都要練習一陣嘅，因為有時你會係好似跌咗個地下啦，或者張台啦，或者枕住咗，或者跌住咗。好啦，经过一阵练习之后呢，我呢我就应该做到筷子啦。等我企喺度先，仲得，就系咁啦。第三步呢就嗱呢、这个就难啲嘅，你可能要练几日，或者如果你系。即系点讲咧？嗰、那个天分嘅话，你可能半个钟，可能十分钟已经练到噶啦，就咁啦。可以咁样，首先咧，即系而家第三步系花式嚟，而家第三步。首先你要做第一步要做嘅嘢先啦，就系咁样啦。一开始可以拉远啲啦，要有啲时间，要有啲时间嘅要，我都系用咗啲时间去做啦。就係咁啦，好啦，我而家真係練好耐啦，而家就係呢個就係我嘅成績啦。喂，好啦，就係咁啦。多謝收到個頻道啊，多謝曬，係啦，真係多謝。然後咧。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你可以撳個讚掣，個讚應該有個讚就好似咁樣嘅，好似咁嘅，或者咁樣啦，喺下邊。同埋咧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你可以考慮一下撳一個訂閱掣，應該喺我嗰個頭像嘅下邊嘅，都喺下邊。係啦，多謝收睇我嘅頻道同埋影片，多謝曬，拜拜。